制作锤饼烦心劳力，而他却可以省繁从简的制作锤饼。一台小巧的机器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作用？敬请收看《外发明锤饼大作战》。伴随着春季的到来，又迎来一年当中的装修热潮。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锤子似乎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甚至不同的锤子起到不同的作用。这三把锤子呢，是咱们工地上常用的，叫常用三种锤子。像这种锤子是铺砖使的，防止松骨，然后砸的时候不容易把那砖砸坏。包括那个木门了，那个包口了，用的东西，这把呢是工人常使的这个羊角锤，羊角锤，然后砸个钉子、起个钉子什么的比较方便，这把呢就属于是咱们日常拆除用的一些家庭用的比较常用的锤子。这三把锤子锤柄呢是咱们工人现场自己做的，一个是比较结实，再一个手感比较舒服，也比较耐用一些这东西。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欢迎华老师。你好，主持人。华老师，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了解到锤柄在工作当中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啊。确实是，您看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锤子，像我们如果直接买回来的话，它都是带这个锤柄的，但是这个锤柄呢，它本身比较直，没有什么弧度，我们拿起来呢时间长了可能会不太舒服，所以如果对这个锤子要求比较高的人，长时间工作的，他会自己呢去加工这个锤柄，加工起来呢就用手工然后去刨它，然后也是比较麻烦的。确实是这样子啊，想要制作一把既美观手感又很好的锤子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它需要刨子刨很久的时间。那么如何来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我爱发明节目。在日常生活中，锤子确实是我们离不开的工具。当市面上的锤子不能满足使用者所需的时候，他们选择自己拿起工具制作锤柄。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一家制作锤饼的加工厂，一起来看看锤饼是如何加工的吧。师傅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哦，然后您这是干嘛的？您这个是下材料做木饼的呀。啊，做木饼就是那个锤饼吧？啊，对对对，就咱们平时使的那种锤子。对对对，就是这种。啊，就这个。做出来，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的。那您能抱吗？现在？可以的呀。可以抱是吧？啊，那行，那我带你到我的车间去看一下。行，好嘞，好嘞，好嘞。哦，搁这儿抱是吧？啊，对。哦。弄了没有？这个就是先把它放在这里，把它顶好。先把这个脚给抱厉害一点，抱多一点。哦，把这。这个一小时能做多少根啊？一小时大概20根吧。那得也挺不容易的。这个就是说，是靠力气吃饭。啊。这活您干了多年了？这活？干了差不多10年了。嚯，都干10年了。对。那您的经验肯定非常丰富啊！这得给它弄得多细啊！对，根据这个看你这个锤的那个孔有多大啊。木工师傅告诉记者，传统制作一根锤柄需要用刨子把方形的木料刨成椭圆形，锤柄的直径必须要和锤头的口径一致，才能完美的组合到一起。完了，我能试试吗？可以可以，反正我就是经验为零，从来没弄过。看着师傅如此得心应手，我们的记者也来了兴趣，拿起刨子想自己体验一番。先把这个几个角给它削一下。是这么拿吗？对。这样吧。对对对对。这满了，你帮我弄一下。没想到
这刨子到了记者手里没几下就出了问题。由于记者没有经验，使用刨子的角度和力度掌握不好，导致刨子被木屑堵得严严实实。师傅在一旁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现在能做了两根都不错，真的。而且脚还真不太好弄，我跟你说。我要脱发，不用这么大力。而这时，记者已经满头大汗，甚至把外套脱掉，准备大干一场。那么，第一次制作锤柄的记者能成功的把锤头安装到锤柄上吗？然后再根据你看这个角啊，有的地方还是不是很圆，看到没有？这个它有边的，把它修成这个圆滑一点，基本上它是个椭圆的。而你这个它有边。哦，等于您的意思是得给它弄成像这样的啊？对对，圆滑一点，圆滑的。对对对，我这现在是跟锅啃的似的，坑坑洼洼的。不然的话，它这个装的时候它就怎么样？装的进去的时候，它就会这边上它都是空的，不是很饱满装在里面。明白了，它容易脱落。根据我现在的状况，那我再给它弄圆点。对对对，把那几个角给它稍微抱一下就行。好的。为了成功做出这根锤柄，记者耗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看来手工制作锤柄难做不说，还非常耗费时间，并且不折不扣，是个累人的活儿。弄了30多分钟了，才弄了一根。您看合格吗？那个？可以，它基本上可以。那能安头吗？安着头。好，试试。好，行，谢谢您。啊，还可以，塞得进去就行了。第一次做的这样还是不错的，是吧？谢谢您啊。刚才我用您这工具啊，这刨子哈，用您这工具，30分钟。像我还有一根。我基本上就是3分钟就可以搞一根了，是吧？那您这经验比较丰富，我这没有经验。木工师傅告诉记者，市面上有一些可以制作锤柄的机器，但是效率普遍都很慢，而且质量不如人工的好。人工制作一根像模像样的锤柄，平均需要3到5分钟，但现在做这项工作的木工越来越少，已经到了两难的地步。那你说就没有一种机器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效率问题？有，我听我朋友说过，说过那个他的朋友，就是做这个机器的，他说工作效率很高很高，怎么样？我有点不信，你能不能带我看看去？可以可以，看看那机器。好好好，行吧。好，那你跟我一起过来吧。你拿着锤子，好。到了啊，到了，就这里。发明人洪玉汉。发明项目自动锤柄机，他叫洪玉汉，如今53岁的他已经和木材打了半辈子的交道，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木雕高手。将手工作业机械化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希望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提高效率，改变手工作业的现状。应一位老客户的要求，他开始关注锤柄的制作方法，并深刻体会到手工制作锤柄的艰辛。他始终坚信自己可以设计出一台能够代替人工的高效率锤柄机，于是他带着这一信念，经过了3个月的苦心钻研，第一台锤柄机终于问世了。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装电台的那个记者啊。欢迎欢迎。啊，这是这个卢师傅。你好，他说这附近有个厂子做这个锤柄机，然后我们就找您这儿来了。我说我这个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柄。这个柄太直筒了，这没造型，而且常规来说中间大一点，这里小点，包括你前面这个齿直了以后啊，它容易脱落。如果前面要带有锥豆，你在以后使用当中呢，这个锤柄使用寿命更长，手感更好，防滑。所以你这个东西跟我们的锤柄是没法比的。那行，那你说我这个不好，那你把你做的给我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出来，你看一下。帮我拿一下。看这个手感啊，摸起来不是很好，上面还有点粗糙。在这个，这个还有点破损，这个可能存在一点的包覆量。机器人生产是什么原理的？首先就是把料子装上去以后，
把这个料角送进来，送进来，然后这个刀子就下去，通过转的这个720度，这个就做成了，就这样的做法。洪玉汉发明的自动锤柄机是将裁切好的木料放置到工作台上，通过气缸带动送料机构将木料送到指定位置，利用伸缩轴承推动顶杆将木料加紧，顶料机构带动木料旋转，再通过起刀对木料进行切削，顶料机构复位，制作好的锤柄顺着下方的斜坡自动滑出锤柄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避免了繁琐的手工操作。潘老师，这台锤柄机是如何做到一次性把木料削成我们想要的外观形状的呢？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眼前要做的这个小实验。我现在用这个 PVC 的小方块把它涂上颜色，来代替咱们的木料。它一开始木料会是很长，所以先需要把它给截断成我们需要的一个长度。它是用一个洗刀切削的方法来达到它所需要的这个形状。我们现在用一个打磨的过程来演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里的这个木料是一个方形的，从这个截面来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开始打磨这个木料的时候，它经过这个高速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角已经没有了。所以它只要让它这个加工的木料卡在工位上旋转几圈，然后就可以根据它所需要的这个形状把整个木料打成这个锤柄所需要的形状。看来这台锤柄机的设计还是非常的巧妙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实际工作当中它的表现又会是如何的呢？我们继续往下了解。好，为了证明制作效果，我们在锤柄机上放置了一根方形的标准木料来进行测试，高速旋转的刀具切削着木料，瞬间方形的木料就被切削成椭圆形，不一会儿一根锤柄就做好了。那么效果到底如何呢？还可以调整，做出来还是蛮好的。我说吧，你这个机器一个小时可以生产多少斤呀？这个一个小时100多斤。没吹牛吧？100多斤。面对老洪的自信，卢师傅一脸怀疑，他依然坚信老洪的机器无法取代手工制作锤柄的工作。要不要试试？试一下，来试一下。咱准备点材料，然后你得喊点人。好，行，可以。你把你机器抬出去。可以。咱们那个比试一下。好的。然后我给你们当裁判。可以，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的机器，老洪二话不说就把机器拉到了卢师傅的厂房，要和卢师傅一决高低。卢师傅也不甘示弱，从村里喊来了几位木工高手，一场别开生面的锤柄大战即将上演。师傅，我看您那手里边拿着工具呢。您这活干多少年了？30年。您干多少年这活了？差不多二十四年吧。您的师傅？我10几年。您干10几年啊。就是我手里拿着这样锤柄，您觉得您一小时能做多少根？15、16个吧。15、16个是吗？您的师傅？也差不多17、18个呀。差不多是吧？您呢？20来个吧。20来个，我看您这还挺有信心哈。都是这个能工巧匠。对。那你们觉得他的技艺有戏吗？赢你们？我估计问想赢可能是不可能的。是吗？差不多倒是可以想一想的。是吧？那不咱就试试。可以试试。行吧。好，您觉得行吗？同志们有信心。有信心是吧？好，可以了。行了是吧？行了。行啊，就是您那边算上您一共是有5个人。您那边呢？我这边一个人。哎呦，您这边就一个人啊？我这边就一个人。那这样吧，那我就是给你们定这个1小时。可以。然后看谁做的多。好，可以。看谁做的好。好的。然后最后咱们做好之后，咱们试试。可以，好不好？ Okay. 准备啊，开始。比赛开始了，老洪这边发动了自己的锤柄机，装填上第一根木料，
刀具高速的旋转，触碰到木料时，瞬间方形的木料就被打磨成了椭圆形，被削下的木屑更是漫天飞舞。人工队这边也不甘示弱，师傅们都迅速地用手中的刨子打磨着自己的木料，手法纯熟，技艺精湛。相比之下，两队的实力不分高下，现场的气氛异常的火爆。师傅平均每位师傅已经制作好两根锤柄，老红的锤柄机制作了七根锤柄，人工队凭借丰富的经验很快领先了机器。随着时间推移，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工队这边依然干劲十足，而老红的锤柄机明显被甩在了后面。可谁想，屋漏偏逢连夜雨，机器却在这时出现了问题。哎，老坏了，为什么呀？给他那个气压压力不够嘛，给他支撑下去，他那个压力压不紧。压力不够，这个气泵压力不够。加的，把那边大气泵放掉。放个气泵就是的，哎，这气泵不行是吗？这个气泵压力太小了。这个气泵是太小了，它压不紧嘛，它推下来一个冲力把它容易打掉的呀。说了吧，这个它就存在报废量吧。嗯，就是有坏的几率啊，一坏就浪费了。对，一坏就浪费了。它这个等于说它这个成本一根，就等于说坏掉一个，就相当于我有十几个就是白做。由于锤柄机对气泵的使用有着一定的要求，气泵的压力不足，导致了锤柄机出现了异常的情况，老红决定更换一个气泵。能换吗？要么你把那个气泵拔出来看看，插到这里来。而此时人工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依然快马加鞭专注地制作锤柄。这行是吧？这大啊，这大啊，好，哎，就这个基本就可以了。先够长吗？不知道，吃一下试试啊。够长吗？差不多，接着试试。为了不让锤柄机再次出现问题，老红这次更换了一个大功率的气泵。此时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20分钟。眼看着两队在数量上产生了不小的差距，记者也为老红捏了把汗。恢复了比赛状态的老红看着人工队的成果，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换了气泵的锤柄机运转起来顺畅了不少，可面对如此大的差距，锤柄机还能追上人工队吗？咱们看看这个双方都做了多少根儿，
好不好？好好好，先看看他的吧。经过统计，老洪的锤饼机在一小时内共制作了51根锤饼，其中有6根是损坏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人工队制作了多少根锤饼呢？一根坏的45根，一共51根。然后来数数你们这边的，这数记着啊，6根坏的45根好的。人工队啊，一小时里边一共做了61根、嗯、啊，反正我看每根基本上都有符合要求了。然后老洪，您这边是45根，45根，这个好的，哎对，然后其中还有6根是坏的，哎是的是的，一共51根，咱先试试，嗯、好不好、嗯？咱把这个头安上，安个铁头，然后咱用一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比拼，人工队以10根的优势战胜了老洪的锤饼机。但是最终的使用效果如何呢？我们的记者决定把制作好的锤饼安装上锤头，亲自试用一下。我先试您这个，咱就打两个这个砖头吧，行吗？那我再试试啊。嚯，还可以吗？手感很不错啊。嗯，很好用。哎呦，没安好。啊，停下来了，不下来逛了啊。没事，没安好，还是安紧点吧。一根锤饼的好坏取决于它的手感，以及和锤头结合是否牢固。记者用人工队制作的锤饼时，出现了锤头脱落的现象，显然是锤饼与锤头没有结合好。那么，老洪制作的锤饼会出现相同的问题吗？一下粉碎5了，行，我觉得这个不错，这是您手工做那个，这个非常好使，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一天，你手上都不会打泡。对，手感很好。我来，我试您这个，把这帮我拆了。好。嗯，哎，好下了，这咋搅啊？好。行吗？能安进去吗？能，可以。啊，还行，那还挺合适的。试试啊。好的。反正这握着感觉不一样，这个感觉细一点。好。试试啊。哇、哦，这也行。啊，这也可以。这也行哎。哇，但是您这个有一个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效率可能没有他们人工快。就是在效率方面，我们这个技术可能还是有待改进。经过比赛，锤饼机和手工制作的锤饼质量不分伯仲，但是这个效率问题却让老洪犯了难。老洪意识到，通过手工一根一根填充木料的方式，大大降低了效率。如果想提高效率，就必须解决单根填料问题。对发明人来说，有了问题才有重新设计的动力。经过一个月的研究，一台全新的锤饼机制作完成。这个现在机器原理就把材料全部带到里面，带到里面后机器一开，它这就往前一送，把这个料子送到指定的位置，送到指定的位置以后一回来刀子就下去，等于要转个720度，因为这个再一回来瞬间，这个东西把这个料子往前面再好挤了一根了，又推出来一根了，那么也就是一次循环，明白了，哎对对。发明人在原有的结构上又对自动锤饼机进行了升级，在工作台上增添了一个储料槽，一次性可以放置多根木料，利用储料槽后方的顶料装置进行自动送料，解决了手工放料的问题，提高效率和安全性。老洪开动了锤饼机，快速地制作着锤饼，一眨眼的功夫，几根锤饼就被制作出来了。
看看行吗？这个，嗯，这个还可以，比第一次那个呢？你觉得？比第一次做出来的其实是差不多，做出来的就是效率提高了一点。啊，你就觉得这只是效率提高了是吧？现在您那一小时能做多少根？一小时最低200根。一个小时做200？对对对。那比是人工的20倍。是的，这起码这是自动全自动的，是吧？面对老洪的自信，卢师傅对他的话产生了质疑。那要不比一下？可以啊，比比啊，我找20个人比一下。行，那您就喊20个这木工，好，过来和他比比。行，木工，然后你们就还是拿有挑战性的。对，木工，你们还是拿那个刨子刨，他用他还用他的机器。好，行，行吧，好，比比，看看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嗯，啊，好的。改变了放料方式的锤柄机效率上有了显著的提高，老洪再次接受了卢师傅的挑战。可这比赛还没开始，老洪就傻了眼。卢师傅一口气从村子里找来了20名木雕高手，气势如虹。好，我来。行，师傅们，还没就位吧，都给你们弄好了。哎，哇，哎，我看怎么还调呢？您这儿微调一下，微调一下是吧？马上准备就绪。行，这边可是20个人。好了，我有信心，有信心是吧？有信心。您那边是一共是20个师傅，啊，是吧？对，全都是这个能工巧匠。嗯啊，您那边几个人啊？一个人，你一个人对抗他们20个人是吧？啊，一抵20，一小时，看谁做的多。然后您再看看他这次效率怎么样，好，好不 好, 好？师傅们，你们有没有信心站上这个机器啊？有是吧？老黄，你看看人家气势如虹啊，是吧？您那边呢？你试试说办吧。行，有信心。好，那得嘞，那我给你们计时间了啊，一小时啊，嗯，看谁弄得多啊，嗯，准备啊，嗯，3、2、1，开始，开始。老洪的机器可是效率大增，只见成型的锤柄一根根的顺着出料口滑落，员工队这边更是轻车熟路，丝毫没有把老洪的机器放在眼里。三哥了是吧？还行，你挺圆的，手艺不错啊。锤柄机的状况相当稳定，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可就在这时，人工队却出现了状况。怎么弄两根啊？坏掉了吧？别着急。看到机器速度提升的人工队，由于太过着急，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到最后似乎在体力上也有些吃不消，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卢师傅在一旁看着，心里别提多着急了。锤柄机这一次的表现相当的出色，几位人工队的师傅甚至停下了手里的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锤柄机身上，几乎看傻了眼。接近了尾声。行了，师傅们，停了，时间到了啊。那个交给您任务，您统计一下。好，你们这边一共做了多少根？这个可以，这都可以，这个不行啊。哎，
九个。这谁的活啊？这是，这也不行啊！这还方块疼，这还方着呢。你干的活啊？不是我干的活，我一看就是这没干好的。没干好是吧？就是手艺不行呗。手艺不行，跟机器没法比的了。是吧？您觉得和机器没法比？这个肯定啊。是吧？刚刚为了能够赢得比赛，人工队的师傅们已经顾不上锤柄质量的好坏，一心想要多做几根锤柄，能在数量上超过机器。131个。老黄，来输入您这边了吧？叔叔来，输入吧。就当记者统计锤柄机制作的数量时，木匠师傅纷纷围了上来，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台机器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156，157，158，159，160，160根，160根。眼看老红的锤柄机1:20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就取得了胜利，而人工队20位师傅都精疲力尽，却还落下了29根，这让比赛前还信心十足的师傅们输得心服口服。而正当大家对锤柄机点头称赞时，卢师傅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个效率是上去了啊，嗯，就是这个光洁度啊，如果说再能够把它稍微的抛一下光，手感就更好。嗯，再就是一个像我们这个锤子是多样化的嘛，对，多样化的，那像我之前看的那一种，它是椭圆形的嘛，嗯，像这个它是四方形的孔，对，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面能一次性把它做成那个四方的榫头的话，就直接我们就不需要再做好之后就不需要再手工把它做成方形的。你说就是它现在这个就不能安到这个锤子上吧？对对对。哦，因为它头不行。对对，因为它这个想安的话，你还得再重新磨。哦，行，明白了。由于不同的锤头对锤柄的需求不同，锤柄榫头的制作要根据锤头接口的形状而定。如果锤头接口是方形，需要在圆形锤柄的基础上制作方形的榫头。洪师傅，你看人又给您提出问题来了。这个看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如果说能在一台机器上面完成，那就更好了。你说如果说我买回去一台机器做这个，一台机器用来削四方的，我感觉不划算。嗯，多考虑一下，琢磨一下，好吧？好，设计好以后，应该是没有问题。卢师傅提出的问题让老洪再次陷入深思，如何让锤柄机做出既方又圆的锤柄，成为了老洪最关心的问题。一不做二不休，老洪决定在现有的基础上对锤柄机进行研发升级。2个月后，一台崭新的锤柄机问世了。听说改进完成了，我们的记者和卢师傅一起找到了老洪。啊，这您新机器啊？啊，对对对。啊，你看吧，这和那个2代就不一样了，感觉啊，长得。对，很多地方都有所改进的。哪儿都哪儿变了？你跟我说说呗。一个是料斗放在边上拿了啊，放在边上拿，它以这个为基准线的情况下，它每个这能看一下是吧？料子送进去，它会容易找到中底，不管大小，它比如说大2.5毫米，跟着这个靠山来说，它就能找到中底。这个榫头就靠这个模具，这个模具前面是方的，后面是椭圆形的，椭圆形有上面靠模。这个方形的有下面有一个轴承的靠模，嗯，那么这个以后比如说这个大小会做6方形、圆形、椭圆形都可以做，这换这个就可以了。经过了专业木匠师傅的建议，洪玉汉对自动锤柄机进行了改进，在原有铣刀处的下方又添加了一个榫头铣刀。通过上方铣刀对木料进行切削后，下方榫头铣刀再次对木料顶部进行切削，这样一来，椭圆的锤柄和方形的榫头就一次性加工完成了。加工好的木料被顶料机构推至铣刀下方的斜坡，制作好的锤柄将自动滑出锤柄机。
范老师，在制作锤柄的过程当中，这个榫头对锤柄来说就这么重要吗？确实是，榫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已经把锤柄加工得非常完美，很合适了。我们可以看到，像不一样的锤头，它会有不一样的形状。必须得加工成相应的这个榫头，才可以把锤头和锤柄给连接在一起。而且这个榫头如果做小了，它时间长了容易松脱；如果做大了，我们又装不进去。所以它这台机器现在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个锤柄还有榫头都加工出来，确实是比较完善的了。看来这个发明人真的是动了不少脑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台机器在实际的使用情况当中又会是如何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你说这回这怎么样？感觉这次就等于说它这个椭圆呢、跟这个方形的它一次性完成的吧、这个是最科学的。在人形基础上，就是是不是要两台机器两个人才可以完成一个锤柄？现在我们一次性把它完成出来了，形状还是蛮好的，就是摸起来手感还是有点糙，有点扎手的感觉。如果说能把它稍微的抛下光，那就 OK 了。也就我们有神秘的武器在哪里？我们在考虑到后续还有神秘武器。就比如说你有内向的或者出口的，要求质量高的，可以完全把它抛光出来，光洁度非常好。那行，让我们看看呗。可以。哪儿呢？这机器？那就在这里。嚯，还给盖上了，那红木哈。你看看。这种机器是吧？就是这个。看什么？那么老红口中的那个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是专门用来抛光的。专门来这抛这锤柄的是吗？把锤柄放在上面，就然后一插这个开关，它就自动抛光的。那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可以。来，小刘。为了让自己的锤柄手感更好，老红决定用自己研发的打磨机对锤柄进行打磨。真的好，这手感不错，是吧？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手，很光滑的，很光滑。一直对手感粗糙不依不饶的卢师傅，这下也不得不点头称赞。但是我也有一台机器也可以做这个的，您那也有机器啊？对，它这个四把榫头我那个是做不了的，就我另外还有一道工序专门做这个榫头。您是得用木匠，然后再给它这个把这头给做出来。对。那可能就是说我那个机器做起来也不一定，我感觉不会比它这个慢的。那您现在这机器要是能做多少根啊？你们一小时300根。那您这机器呢？那机器差不多也有2-3百根吧。也差不多是吗？那不行，那就比比呗。好，那行。那您这回那您就不用人了，那您就用您的机器。用机器跟他比吧。好的，给您比一下吧。行吧。这次的比试和前两次不同，人机大战变为了两台锤柄机之间的终极较量。看来卢师傅是有备而来，为了能一雪前耻，购置了一台传统的锤柄机。他们的机器能为自己赢得最终的胜利吗？好，现在我看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啊。是的。然后人的机器呢，然后也是给您拉来了。咱就不行，就这样吧，咱一会儿就是比一下。那边几个人？您那边？两个人是吧？我负责开机器，他负责下水头。您这边？我这边就刘师傅一个人就可以了。定时一小时。看谁这个做的多。可以。那我给你计时间啊。准备啊。开始。您那是一次可以弄两根是吧？对。啊。这个装料就麻烦。对。比赛一开始，卢师傅迅速装填上木料，机器顺利地运转着。可就在比赛刚一开始，机器突然停了下来。你怎么回事？我们一开始就停了。没削到头的，这个没过去是吧？这没削成啊。这个地面都挖断了，关掉这里，关掉。地上应该地冷。
来给你拉黑了。那个线活是断掉了，那线断了吗？没看到这个灯在这里啊！没想到卢师傅的机器这一开始就出了问题，由于电线缠在了机器上，机器运转后将电线拉断，卢师傅连忙进行修补。而此时老冯这边早已进入了状态，做好的锤柄一根接一根，把对手远远的落在后面。弄好了吗？不是吧？快了是吧？快点，它里边都做十多根了。那、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个？线挂住了吗？哦，线挂住了是吧？现在没事了吧？没事，是说说说。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卢师傅修补后，机器恢复了正常运转。那你赶紧，你再做两根，你再快点吧。以十几根的数量暂时领先了卢师傅的机器，被落在后面的卢师傅不甘示弱，马上进入状态，现场又陷入了紧张的比赛气氛。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怎么错了？我看它深了，它压进去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太软了嘛，它压进去太深了。由于比赛前没有调试好锤柄机，出现了定料机构顶不住木料的现象，经过维修调试，锤柄机又恢复了正常。着对方的机器顺利的运转，一点一点的追了上来，老红脸上显现出一丝不安。时间里多做出几根锤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比赛即将结束，看起来实力相当的两台机器，究竟谁会胜出一筹呢？行了，你这边做了多少根？您那边？让俺数数，数一数。那数数吧，来，您数数，您数。行，等一下，您数。做了283该有的。他们那边呢？那个卢师傅。您这边做了有多少根啊？
137个。那怎么回来差这么多呢？这个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虽说卢师傅的机器一开始出了问题，但当时也只落后了不到20根，而最终的结果竟相差了140根之多。看来机器出现问题并不是导致卢师傅失败的原因，这下卢师傅彻底没话说了。怎么样？你觉得这回他做这个？他这个做的比我这个漂亮多了呀！比你漂亮多了。你看我这个榫头，这削的根本就不是榫头了，这人工削的是吧？跟这个没办法比的，天壤之别。你这个是吧？我们这是一次性，我这不管从外观还是光节奏都比那个你看强多少。手感比我这个还稍好一点，像这个你好啊，像这个他屁股后面他还倒了脚的，像我们这个他根本就还是倒不了脚，这个机器啊，他这个机器这个我们这个机器完成不了的。明白了。那你看这样呢，咱能不能把这个铁头安上，那个锤子头安上？可以，可以的。咱试试。可以，行不行？试试。好吧。这是那个锤子头是吧？哎，老，我这个手在这刚刚配好的。哦。来敲一下它。好。很密封的。这就行了。哎。这就可以用了。可以用了。哦，那您那个呢？您那要想安进去呢？那现在就可以用了呗，可以用了。为了验证效果，记者决定通过实际使用来测试锤柄的耐用程度。你钉试试，感觉感觉。来，那钉我钉试试。平时你们就拿着锤子就是干点活呗，就是。啊，对。啊。木工用。你感觉？感觉还行。行了，手感呢？摸起来还是很光滑的。摸起来挺光滑的是吧？对。那和你那比呢？和我那个比，我有过之而不及。我们这个铁锤，那个锤子，那个拉起来手感就跟那个手感完全不一样的，天壤之别。天壤之别，摸到就知道了。不管从那个造型方面，还是那个光滑度，是吧？都是很大的区别。对对对。那你把钉子再撬出来呢？嘿，行，出来了。怎么样？感觉使的？还不错。就是用起来就是挺顺手的，是不是？对。啊，明白了。那我让一个这个其他人，然后试一试，然后再试您这锤子。好好。这两个锤咱们对比一下，看看人是怎么评价的，行不行？行。是吧？那您试试呗，我这有两个锤子。啊。然后您试试，您看哪个好？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我做木工。您先看看，您觉得这俩哪个好？先看看。从外观上看嘛。看起来这个稍微好看一点吧。那你就试试呗，看看哪个手感好，对吧？试试，那好不好用啊？你试试嘛。它可以好用，试一下嘛，试一下我感受我们这个效果。就是跟我们平常用的差不多。是。什么感觉？哪差不多？手感是吧？好，体验舒服一点。那你给它撬出来吧，兄弟，撬出来试试。怎么样？这个，包括它旁边锤，还是我们的起钉，还都是比较好，好用。那您试试这个，这应该试试。这我给你拿着。锤子也能锤得进去。手感呢？手感嘛，感觉这个后面刮手了。刮手。就是握起来不舒服。对对对。是吧？对。那您撬一试试。哟，这个就不行了，一个钉子就把它撬掉了。一个锤我们至少要用几个月，这不是这活是不是您干的呀？这就是您不对了，我跟你说，真的。当时它做小了，做小了它没有张力，没张力它一敲了以后产生间隙，就容易断掉。因为它，那您给评价一下，你觉得这怎么样？它这个确实做得好。像这个第一啊，它这个榫头做得非常饱满。它填了空到里面去的话，它一点没有什么空隙。第二个呢，它做个摸起来手感还是比我那个做的稍微好一点。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是在一台机器上面完成的，而我那个要花两道工序才能完成，我还多加一个工人来在里面，对，成本就提高了。明白了，对，那你就觉得这个老洪发明的这锤柄还可以，
都说这个水准还是不错的。嗯，不行，不错，不错是吧？绝对 OK。行，来您拿了吧，人家肯定您了这是。洪玉汉发明的全自动锤饼机，将裁切好的方形木料放置储料槽，木料被顶料机构顶至指定位置，通过上下两个铣刀对木料进行切削，将木料加工成锤饼形状。经过现场测试，锤饼机既能制作椭圆形的锤饼，又能制作带有榫头的锤饼，和人工相比制作精度较高，可以和不同口径的锤头完美结合。锤饼机每小时可以制作300根锤饼，至少可以代替30名技艺精湛的木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人工制作难的问题。这台锤饼机通过这种圆滚刀具的外形来保证了锤饼的这样一个长度形状，整个的这样一个效果还是很不错。同时呢，这台机器可以同时完成这种榫头的加工，那么整个的自动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增加一套这种木屑的收集装置，可能整个的工作环境会更好。发明人洪玉汉为了这台锤饼机确实是吃了不少的苦头，那么最后他终于是取得了成功，我们在这里也向他表示祝贺。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华伟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欢迎继续锁定科教频道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菱形铁网作用广，人工编织难做好，他热爱发明但从未获得过肯定。这次他看到问题想要创作，却遭到老友的诸多质疑。面对层层难关，他失落彷徨，面对机器他又不忍放弃。在这种强而有力的矛盾中，他能否突破自我，战胜压力？敬请收看下期我爱发明菱形铁网。